酒精胶，还有这种8毫米的，我们做西瓜子用的这个平底眼睛，然后记号扣，还有缝针、剪刀这些基础工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边给大家手写了一个图解。好，这个是大一点的尺寸的，我们一共用了4团线。那大一点的这个篮子的话，勾出来直径有26厘米，然后高的话是13厘米。接下来这些针法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再讲一下。然后小一点的，就是这一种西瓜的这个尺寸的话，我们是宽16厘米，然后高的话只有9厘米。我们每个颜色一团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些绿色的线还有这个白色的线的话，我们是会剩下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一种小的为例，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具体怎么勾。到时候我会整理一份这个图解，然后我们放到微博或者微信里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用这个军绿色的线来勾一下。我们先从底部开始，我们这个底部的话，我们一共是勾了1、2、3、4，这个小的话我们一共是勾了4圈。好，之前勾过收纳篮的姐妹们的话，都可能已经知道怎么勾了。这个布条线的话，我们收纳篮刚开始就是一样的勾法。好，我们从里面拿出一个线头，首先我们是12个长针，第一圈我们是12个长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怎么起针。我们在手指上绕一圈，然后这个线头留一点。然后这边的手我们捏住这个线头接口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三个手指我们把这个线放到这三个手指上边，在食指上绕一圈，然后中指和拇指捏住这个线圈的地方，我们要在这个大的孔里边勾，然后钩针穿进去，把线我们把它带过来。好，我们立3个起立针，1个、2个、3个。好，立起立针以后，我们看一下12个长针，我们的起立针的话，我们是算1个长针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还要勾11个长针，在这个大的口里边勾11个长针。看一下长针的勾法，绕线，首先钩针要在这个线上绕一下，然后穿进这个大的口里边，穿进去，然后把线我们把它带出来，拿长，钩针上3个线圈，然后绕线拖出前面2个线圈，再绕线拖出后面2个线圈。好，这个就是长针的勾法。记号扣，我们在第一个勾完第一个长针以后，我们再记号扣，我们在这个后面做上记号。好，这是1个长针了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继续重复这样的勾法，绕线穿进去，拖出来，然后绕线前面2个线圈，然后继续绕线后面2个线圈。好，2个长针，继续绕线拖出来，好，前面2个线圈，继续后面2个线圈。好，现在已经是1、2、3、4个了，继续绕线。5个，我们这个起立针一定是算作一针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再勾11个长针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第6个。好，第7个，第8个，然后第9个。这个布条线的话是就勾起来非常快，就特别适合新手，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勾一下，然后放到家里边很好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了，还有2个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好，12个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11个长针加上这个起立针，一共12针。勾完以后，我们把这一根线头，我们把它拉紧。啊，很多姐妹说这根线拉不紧，那肯定是没有用尽啦。我们一定要
用劲拉好，拉到这个中间没有缝隙为止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圈，第一圈勾完以后，我们要做引拔针，把记号扣取下来，在记号扣的位置穿进去，也就是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针里边，有两个辫子针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穿进去，穿进去以后，把这根线我们直接把它拉过来。好，这个就是首尾相连的话，我们就把第一圈给它合并起来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圈，然后接下来第二圈，第二圈是24个长针，也就是每一针里边我们都有加一个长针。本来是12针，然后每一针里勾两个长针，那就是24个长针。好，第二圈开始，我们也是先立三个起立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好，长针的起立针我们都是三个，每一圈开始我们都要立起立针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圈，我们是24个长针，那我们已经勾了一个起立针，那我们还要勾23个长针，23个长针加这个起立针一共就是24针。好，看一下绕线，在第一针里边勾，也就是立起立针的这个针脚里边勾一个长针。好，勾完长针以后呢，一定要记得在第一个长针后面呢，我们要做记号扣。然后第二针，每一针里我们都要加一针，那这里勾了一个了，我们还要在这个孔里边再勾一个。好，这个是第一组。接下来这一针里边我们也是勾两个长针。好，接下来还是每一个孔里都勾两个长针。加针的意思就是在一个孔里边勾两个。好，大家勾出来的最后一步，这个地方就是勾出来的这个地方不能太紧，如果太紧的话，它一会儿它就会越来越卷起来，就不平整。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力度。好，就是这拉出来的这一针不能太紧。好，因为这个布条线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勾的时候我们边勾边这样整理一下。好，就是每一针里都是两个长针，那这边的话勾的比较快，大家到时候熟悉一下长针的勾法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勾了，我们数一下，一组、两组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。好，十一组，也就是22针，我们已经勾了22个完整的长针，加上这一个起立针，我们是23针。那最后一针我们要加在哪个地方呢？也就是和这个起立针我们合并成一组的最后一针，应该加在这个起立针的后面这个位置。后面这个位置我们再来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这一个长针呢和这个起立针我们相当于就是一组，一个是开始，一个是结尾，所以我们这个要加一针。好，第二圈结束以后呢，把记号扣取下来，也是在记号扣的位置，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针里面把这个线我们把它带过来。好，这样就把第二圈连接成一个圈了。然后接下来开始第三圈，第三圈我们是隔一针加一针，每一圈我们都是加了12针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个规律，12针、24、36、48。第三圈我们是隔一针加一针，也是先立个起立针，立三个锁针。好，这个起立针好了，好了以后，这个是我们的相当于一针了。我们要隔一针加一针，也就是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两个长针。现在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长针，那接下来这个孔我们就要加针了，绕线。
这个孔我们是勾两个长针。好，第一个勾完以后记得做记号扣。新手姐妹的话要做记号，熟悉了我们就可以不用做记号了。好，这里勾了一个，再勾一个，这个就是一个加针。那这个就是隔一针加一针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这里是一个加针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重复11次这样的勾法，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一个加针，这里是勾两个，然后又是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两个长针，这样重复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组，接下来就是一个长针了，一个，好，接下来就是一个加针，两个，这样的勾法呢我们就叫做隔一针加一针。一般勾圆形的话我们都是这样勾，都是递针的，隔一针加一针，隔两针加一针。好，接下来又是隔一针，然后加一针，加一针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相应的孔里边呢勾两个长针。好，就这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规律，一个两个，好，又是一个两个，一个两个，这一圈勾完以后呢我们一共是36针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一圈先勾完，这边的话就不跟大家一起勾了，大家先勾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把它们连成一圈。好，这个第三圈我们勾了11组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组，剩下最后一组我们直接勾上一个长针，好，下面一个加针，这样的话36针我们就勾好了。大家勾好以后可以数一下，好，把记号扣取下来，也是在记号扣的位置呢我们把它穿进去，直接拖出线头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三圈。好，还有这个小的这个篮子的话我们还有最后一圈，第四圈我们是隔两针加一针，一共是48针，方法是一样的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好，相当于一个长针了。隔两针加一针，也就是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，然后接下来再是一个加针，这个算一个长针了。两个长针的话，我们就是还要在下面一针里勾一个长针。好，记号扣。两个不加不减的长针以后呢，一个加针。接下来这一针我们就是勾两个长针了。好，这里就是一个加针。好，这样可以看一下，这样清楚的可以看到一针两针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加针，这个就是隔两针加一针的意思。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应该是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然后两个长针，一个一个两个，这样以此类推的把这一圈先勾完。好，是一个两个，好，下面是一个加针，看一下，一一二，一一二，好，接下来依然是一，一，二，这一圈就是这样勾的。大家先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先勾好，这一圈勾好以后呢一共是48针。好，第四圈我们已经勾好，最后一组我们已经勾好，这一圈勾完的话是48针，大家可以数一下，然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呢我们做引拔针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小号的篮子的这个包底，就是四圈。那如果大家要勾这个大号篮子的包底的话，我们就是要继续往下面勾，我们一共是加到隔四针加一针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如果勾大的话，我们第五圈就应该是隔三针加一针，然后是一共60针。第六圈我们就是隔四针加一针，然后72针，方法的话都是一样的，递增的。然后继续想加的话就是隔五加一，隔六加一，这样的每一圈都是加12针。好，这个方法的话教给大家。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勾这个男生的部分，我们开始勾男生部分的话就是全部是短针了。
长针部分我们已经勾好了，然后现在开始勾男生部分。男生部分我们全部是短针，看一下具体的勾法。我们看一下，如果大家要换线的话，就是我们第五圈到第六圈，也就是男生勾完以后，我们还要勾两圈绿色，这个绿色线是跟这个包底是一样的。勾纯色的话，大家就不用管这个换不换线，就一直勾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第五圈到第六圈也是绿色的线，然后48个短针。我们看一下，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短针的起立针的话我们都是一个。然后我们这一圈要勾在哪个地方呢？我们要勾在这个外半针里边，这个是我们的外半针。我们正常勾的话应该是挑起两根辫子勾，因为为了有一个过渡，然后男生和男底有个过渡的话，我们只勾这个靠近外面的这个半针，靠近我们的这一个半针我们不勾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在这个立起立针下面的这一个半针里边穿进去勾一个短针，好，就要扣，我们把它扣上。然后这个也是每一针我们都这样勾短针，这个不要勾特别紧。好，勾短针，短针的勾法我们就是这样，特别简单，穿进去然后把线拖出来，两个线圈直接拖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先把这一圈先勾到最后，我们再来看怎么勾下一圈。好，这一圈短针的话我们就勾好了，勾到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记号扣给它取下来，然后引拔的时候我们是挑起两根辫子了，只有第一圈的时候我们才是只勾外半针，然后要留下这一个内半针的这个地方。好，直接把它挑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男生的第一圈。然后第二圈我们看一下，第二圈到第六圈我们都是这个第二圈我们也是绿色的线，第二圈我们是绿色的线，也就是第六圈哈，这里我看错了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五圈，然后第六圈还是绿色的线，我们还要勾一排绿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勾法就不同了，我们看一下，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立完起立针以后呢，我们要勾短针，那我们短针要在哪个地方下针呢？我们平时正常勾的话，就是直接在这个洞眼里边我们勾短针就可以了，因为为了这个男生他更要更那个密实一些，我们要在哪个地方勾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短针，这个是短针，我们要穿进短针中间，这样勾，穿到每一个短针的中间，这两条线的中间勾，而不是穿在这个两个辫子里边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的话我们会留下这个孔不好看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短针，我们要穿在两个线之间，就是短针两边各有一个这样的 V 字形，我们要穿到 V 字形中间。好，这里下针看一下，这样勾出来的效果的话，它那个会更牢固一些。好，穿到中间，把线拉出来，然后勾一个短针，系好扣，把它扣上第一个短针的后面。好，第二针我们也是穿到短针的两根线之间，切记一定不是穿在这个孔里边，不是穿在这个孔里边。我们这样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个纹路，我们都是在短针之间的这个孔里边穿。看一下这个，就是这边一个辫子，这边一个辫子，我们是穿在中间的，穿到中间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男子摸起来的话，他那个男生他会更厚一些。好，再看一下，穿到中间。这样也是穿到中间，不是穿到这个孔里边，穿到短针左边这条辫子右边这条辫子之间穿进去。
好，就是这样的勾法，我们整个男生的话就是这个勾法。好，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先把这第二圈先勾好，勾好以后勾到最后我们要换白色的线，我们再来讲怎么勾。好，这个绿色的我们还剩下最后两针，我们先勾好。好，最后一针勾好以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换这个白色的线。白色的线我们先拿出来。好，拿出来以后我们先这样把线拿好，这样也是这样捏住线，留一点线头，然后放到这个记号扣的后面，放到记号扣后面，然后钩针穿进去，把这根线我们把它，把这根绿色的线我们把它先拉紧，把记号扣取出来，我们把白色线我们把它引出来，就是做引拔针的时候我们用白色的线把它做引拔，然后后面线头还有这根绿色的线我们把它拉紧，一定要拉紧，这个地方我们才看不，接头的地方我们才不明显。好，两根线我们把它收到后面拉紧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勾白色的线，看一下图解，第七圈和第八圈我们都是白色的线，也是48个短针，看一下这个图。好，一圈两圈白色，勾法就是一样的，跟刚刚的勾法是一样的，也是在那个短针上面勾，不是在那个大的孔里边勾。好，首先立一个起立针，白色的线收紧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立一个短针之间穿针进去。好，把线头放到钩针上边，一起把它勾进去。好，那稍微拉长一点。好，这就是第一个短针。好，这两个线头我们一起把它收紧以后呢，把它藏到后面，然后继续勾短针，每一个都是在短针之间，每一个都是在短针之间的这个孔里边勾，短针之间的这个孔，这两条线的孔。好，这个，好，这个孔，然后这个孔，不是在这种辫子针的这个孔里边。好，我们继续穿进去以后勾短针，这样的话我们后面相当于包了一个边，它这样摸起来就更厚实一些。好，勾到一定的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线头我们把它剪断就可以了。方法就这样的，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呢，我们先勾两圈这个白色的线，第二圈白色的线勾完以后呢，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来换这个主体的这个红色的线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先把两圈白色先勾好，勾好以后我们再来讲下面红色部分的勾法。好，大家先勾。好，我们这个两圈白色的线已经勾好了，勾好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要换这个主体的颜色了，就西瓜蓝的这个颜色。那大家如果是勾纯色的话就不用担心继续换线什么的，就继续勾好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拿出这个，好，这边的话我是用这个姜黄色。好，还是这样拿出线放到记号扣的后面，把记号扣取下来穿进去，然后把线头带紧，把这个姜黄色的线我们把它带出来。引拔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就是穿这个辫子针，只有勾短针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是要勾到那个两个短针，一个短针之间的那个孔里边。好，收紧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勾主体部分。主体部分我们一共是要勾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共是要勾六圈。我们这里看一下，也就是从第九圈到第14圈，我们都是这个主体的颜色的线，一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六圈。大家如果要加钩的话，因为六圈我们正好，再加上最后这个把手的地方，就正好是一团线的这个量。好，大家如果想要加钩的话，我们可以另外再购买线。好，勾完一个起立针以后呢，还是在这个短针之间插针进去勾短针。好，把记号扣给它做上记号，每一圈我们都做上记号，这样方便做引拔针。然后第二针也是在这个位置里边
勾短针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短针之间的这个孔，勾短针。好，勾到一定位置，把这个线头我们就可以剪断了。好，每一针我们都是这样勾，就是这样勾这个短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勾完以后呢，每一圈我们就做引拔针，现在就不换线了，就三个颜色。我们看一下，就这样先勾。我们先把这个是我们的，我们先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六，不是，不对不对哈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五圈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，我们一共是这个红色主色的线，我们只勾1、2、3、4、5圈，勾五圈就可以了，不是六圈，勾五圈，1、2、3、4、5，勾五圈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还要勾这个把手的地方，还有两排，我们要留下来勾把手的地方。好，主色线我们勾1、2、3、4、5，大家记得一定是五排啊。这个主色的线勾五排，我们停下来再来讲最后两排怎么勾。好，大家先把这个，勾到第13圈，这个第14圈这里我们写错了。好，大家先勾到第13圈，把这五圈主色先勾好。好，这个咱们已经把这个第五圈已经勾好了，主体部分1、2、3、4、5圈勾好以后呢，把记号扣给它取下来。好，在记号扣的位置呢，我们做引拔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两圈，我们看一下，最后两圈的话，我们是要勾这个把手部分的，这个把手部分，小的这个篮子的话，我这个把手部分留了一共是八针，好，然后大的篮子我们留了15针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那个喜欢，然后留针数，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首先我们勾8个辫子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8个辫子针勾好以后，我们中间留8针不勾，也就是空8针，然后在第9针上面勾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8针不勾，在第9针上面，在第9针上面的勾的话，我们也是在这个短针之间的这个孔里边勾短针。好，接下来，勾。16个，我们这样可以算一下，我们这个篮子的话一共是48针，那我们这个留了左边一个把手8针，然后右边一个把手8针，一共就是16针，16针是48针减去16针的话，我们还有32针，32针除以2，我们也就是这个除了把手地方的其他两个位置，这个边边上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应该是一边有16针的。这个少一针或者两针，这个没关系。好，一针，现在是两针了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。好，16针勾好以后，我们要勾另外一边的把手。如果是大的这个篮子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大的这个篮子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解，大的篮子的话，我们一共是72针，那我们留15针的把手，那两个把手一共就是30针，30针的话，我们72减30就应该是42，42除以2的话就应该是21针，那我们两个把手之间的话，我们应该是留21个，短针的位置，这个就靠大家计算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8个辫子针，1个、2个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8个辫子，然后我们继续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留八个。在第九针上面勾这个短针，接下来就剩下的就全部勾这个短针了。每一个短针也是跟主体部分一样的勾法，勾到这个两根线之间，不要勾这个大的孔，勾两根线之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两边的这个把手。把手的部分大家可以多留几个辫子针，这个看大家喜欢，如果喜欢把手长一点，我们就多勾几针。中间依然是空八针，就不需要再空辫子针的多少了。好，最后一针。好，最后一针勾好以后呢，我们不用做引拔针，这一圈我们就直接接下来就勾下一圈了。下一圈开始，我们直接是在这个大的这个孔里边，也就是这个辫子针里边，我们勾短针，勾八个短针，八个或者九个都可以，直接过渡到这个里面勾短针，一个，好，把它往边边挪一下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好，八个到九个短针都可以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勾一个短针，九个短针。好，只要把这个辫子针我们把它填满就可以了，均匀的把它填满。填满以后呢，在这一针我们就不勾了，在下一针这个接口的地方不勾，在下一针里勾引拔针，引拔针是直接拖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过渡到这个蓝身上面来了。然后每一针里都是穿这个大的孔勾引拔针，每一针我们都是这样把它做一个包边。现在就是勾这个大的孔了，不用再重复那个主体部分的勾法。看一下这个边边就是这样过渡过来的。这个不要勾特别紧，勾紧了这个口子它会变小，适度就可以了。好，勾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这里依然是勾八个到九个短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。八个短针，最后再勾一个，勾九个。好，九个勾完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，好，把它弄平整，然后依然是这个接口的这一针不勾，跳过这一针不勾，在下一针里勾引拔针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把它匀称的把它过渡到这个男生上面。好，接下来每一针里我们都勾引拔针，就这样每一针都勾引拔针。好，大家先勾到最后，勾到最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讲怎么收尾。好，这边已经勾到最后了，最后一针我们看一下，回到这边最后一针，这样勾完，勾完以后我们直接把它把这个线拉长剪断，把这根线头我们把它拉出来，然后用这个粗的这个缝衣针，用这种粗的缝衣针直接穿到这一针里面，把它拉进去，然后在里面我们把它藏下线头，
这样穿几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多余的线头我们把它剪断，这个里面的这个线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按照刚刚的方法我们把它用缝衣针把它穿好，然后藏进去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个主体部分的话，这个篮子我们就勾好了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。好，就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这个装饰品，就是这个男生上面的这个西瓜子。好，我们用的是这个8毫米的平底眼镜，然后还有这个酒精胶。我们把这个酒精胶我们在上面粘一点，好，粘一点就可以了，粘一点，然后放到这个男生上面固定一下，固定10秒钟。好，然后放下，固定10秒钟以后，好，然后再弄下一个。我们就按照这个像波浪形一样把它错开来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错开贴，我把它按一下。这个酒精胶它要它凝固的时间要比那个热熔胶要久一些，大家多按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按照这种 W 的这种形状，波浪形，我们把它固定起来。好，这边弄了，然后我们隔一段距离在上面再把它固定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波浪形把这个西瓜子把它贴到上面就可以了。如果是纯色的话，大家就不用管这个西瓜子的问题了。好，那配色的话，根据大家自己的喜欢，我们也可以配这个橘子色的颜色。这里用橙色，然后这里用橘黄色、黄色，然后白色，然后橘黄色。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橙子。那西瓜的话，大家喜欢什么颜色搭配都可以。好，这种的话我们放在家里边比较好看，然后收拾东西的话也比较像小东西啊，那些碎线头啊，或者遥控板呐、钩针这些剪刀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到里面，比较特别，然后又挺好看的，很实用。